反正想事情就，嗯，那一直记忆力就不行了，你就想事情想多了，这个头就痛，哎，头就痛。今天看那个什么，就是看那个病毒嘛，啊、哦，看病毒，哎，我就不在想，我说。不懂得我们老家人怎么活，我就在想这个事了。哦，人本分。嗯，他说一不偷钱，他说管了的，他说这个人还靠得住的。嗯嗯嗯。那叫我给住了，要么我就去了。石川，就是他。他的老婆就是每年到那时候给我买衣服穿嘛。嗯，朱家明是在2月28日晚上10点多的时候，他们所里向我们求助，他想回到自己的找到自己的老家。他只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他的名字，并且他自己是贵州省泗水市人，其他的信息的话就比较模糊了。就是想看你们喽，想回来喽。经过朱大明与其家人的身份信息核对，确认朱大明就是阜新镇失踪人员。我就是讲句实话，我做梦都在想回家。对，我一回家了，我就很高兴，我心里